我们分手吧。打掉针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我不告诉你，我找得到你人吗？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我们中间有点误会，但是我可以解释的。好啊，能解释。 秦生，你说你有分寸感，我信了。你保证过不会再让我找不到你的，我也信了。可是我工作室被人抹黑的时候，你在哪？我被下属背叛的时候，你在哪？我胃痛的快要虚脱的时候，你又在哪？ 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，真的。这段时间，每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我找不到你人，你还撒谎骗我。你跟米白豹在一起就算了，你为什么瞒着我妈的病情不告诉我？为什么？ 啊！对不起，我真的很累了，我们分手吧。 没事的，别担心，阿姨会好起来的。我妈不会有这么慢了。